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我是幻之。2003年的3月3号那天一大早，在辽宁的大连港聚集了很多人，人们似乎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一个大家伙赫然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那就是这艘看上去有些破旧的超级大船。在6艘拖轮和1艘引水船的牵引之下，历经了几个小时的努力，这个大家伙总算是安全地停泊在了大连内港西区4号散货码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啊，这么多人翘首期盼的，竟然只是一艘船而已，而且看上去既笨重又破旧。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它的到来充满着期待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大船，而是中国从乌克兰重金购买的一艘航空母舰瓦良格号。要知道，航空母舰作为海上霸主，那是一个国家发展远洋战略的重要装备。没有航空母舰，就没有制空权，没有制空权，就没有远海作战胜利的保证。所以，拥有航母对于大国而言是至关重要。当然了，这是从国家发展的高度去分析，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它还有一层含义更为特殊，那就是拥有航母啊，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那么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想要解释这一点，咱们就得把时间往回倒一倒。1894年，黄海海战爆发，以邓世昌为首的广大爱国官兵是壮烈殉国，倾注了几代中国人期待与梦想的北洋水师在战斗当中折戟沉沙，让人心痛不已。1937年，再一次面对日本侵略军，中国海军只得做出封锁长江、保卫南京的决定。由于缺乏先进的武器，当时的中国人只能采取自沉舰船的方式堵塞航道，筑起水下封锁线，这是名副其实的破釜沉舟，何其悲壮。而人民海军成立之初，身为首位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大将到刘公岛视察，居然要租用渔船，他的身后是一支一穷二白破旧不堪的人民海军。这些故事成为了中华民族记忆深处永远的伤痛，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惨痛教训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197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感慨地说道：“我们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舰，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一直以来都无法真正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航母，所以这艘瓦良格号的到来可以说是圆了中国人多年的梦想。您说大家能不期待，能不兴奋吗？可当满载着中国人期望的瓦良格号真的出现的时候，大家却难掩失望之情。第一次见到航母的时候，说实话挺失望的，因为我们想象中的航母应该是那种不说光鲜亮丽吧，最起码是看上去建容整洁威武，但是当时还远远没有完工，整个状态远远的低于我们的预期。看到航母的第一眼的时候是锈迹斑斑，到处都是施工的管路、电线和设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刚刚买来的航母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就得说到瓦良格号的悲惨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花重金在乌克兰黑海船厂立项建造瓦良格号，但是很不幸的是，工程尚未完工，它的主人苏联就宣告解体了。就这样，瓦良格号成为了一艘无人问津的烂尾船。而这之后，瓦良格号的命运可以说是十分的坎坷呀。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靠谱的主人，据说当时第一个看中他的是一家法国的中介公司啊，法国人嘛，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们呢幻想着把瓦良格号改装成一个奢侈独特的海上机场酒店，结果因为舰上舱室高度达不到要求而不得已放弃了。那么之后
又有一家英国公司找上门来，他们的想法呢就更加荒唐了，他们想把瓦良格号变成一个装甲式的监狱，哈，结果呢谈来谈去还是不行，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买主。而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瓦良格号还遭到了许多人为的偷拆破坏，在船厂的时候遭受了重大的破坏，就是它很多的零配件啊、管路啊，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设备都已经拆掉或者已经被卖掉了。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最终还是等到了它的新主人，就是咱们中国。那么在运回国的这过程当中呢，瓦良格号又经历了一场灾难，在爱琴海遭遇了一场强风暴，破坏严重。那么历经千辛万苦，等他终于到了大连港的时候，瓦良格号就难怪是一副破旧不堪的模样了。那么看到瓦良格号的惨样呢，这个专家们不禁失望地摇了摇头啊，这位海上霸主还能否重振雄风啊，大家伙心里边都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快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呢，中国海军组织各方面专家紧急对瓦良格号进行一次全面的勘验。那么勘验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瓦良格他虽然在水下泡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抗腐蚀能力是非常强，整个钢材没有严重的锈蚀，另外测它的磁反应，它仍是低磁钢，这个性能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当时结论，我们是专家是拿出来是可以恢复的制动。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专家们随即决定立即开启瓦良格号的续舰改造工程。但是这毕竟不容易，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让舰员们能够顺利登舰。这话听上去匪夷所思啊，航母就在那里是吧，我为什么不能登上去呢？走上就不就完了吗？怎么还存在顺不顺利登舰的问题呢？你有所不知，瓦良格号建了航母接舰部队，但是对他们而言，航空母舰都只是听过没见过呀。尽管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学习训练，当时还是没有人知道这些舱室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些设备和管线的分布又是遵循着什么原则。直到航母舰员们登上传说中的航空母舰那一刻，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是身处在一个超级迷宫之中。据说当时有一位队员想去飞行甲板，结果在里边转了两个多小时没找得到。因此舰员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那就是想办法不要迷路。由于缺乏经验，大家伙最后只能是采取如此的笨办法。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背着手电、水，这就是为了这个不迷路。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遇到的一个难题罢了，真正登上这艘超级大船之后，还有太多太多的考验在等着他们，咱们下节细说。黑暗的环境，刺鼻的味道，难耐的气温，航母舰员们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一个扳手又为何引起了队长的关注？还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前面说到舰员们总算成功登入了瓦良格号，而此时的他们才发现整艘航母是一片漆黑，舱室之间还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对于所有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当时是戴着安全帽，戴着口罩，打着手电，到处去摸排舱室，因为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接好这艘船，要去熟悉舱室，然后我们作为机电兵，我们要熟悉系统和管路。一天下来，我们的口罩是黑的，助训服的背后结满的是那种白花花硬邦邦的岩质，已经硬了。我们的战士这么爬一天下来，小腿上磕的全是伤。还有续舰工程启动的时候正好是寒冬时节，大连的户外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十几二十度啊，凛冽的海风正在呼啸。为了防止设备冻坏了，每天必须安排人值班烧锅炉给全舰供暖。锅炉房呢位于机舱，而当时机舱的通风是十分之差，您都无法想象锅炉房里的温度啊
哎，70度了，零上，外边天寒地冻，里边都快开了。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退缩，犹豫过。作为第一批航母舰员，他们坚强地在继续执行着瓦良格号的修复工作，在漆黑的通道里来回穿梭。因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一个机会，续建一线，我们都能掌握，我们都能参与。在这艘拥有巨大空间的航母之上，所有的岗位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忙碌。终于，在大家长时间的共同努力之下，瓦良格号进入到了设备调试阶段。然而，就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意外发生。在检查甲板舱口盖闭合情况的时候，突然一声惊呼传来，原来是一名战友开供给盖时不慎被扳手划伤。扳手呢，达到5斤半，而且呢还容易划伤手，对这个舰员操作的时候，存在一定危险性。每次呢操作的时候还要跪在单腿跪在地上，很不方便。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作为航空部门舰面保障中队区队长的翟国成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从来没有学过机械制图，也不懂金属加工，他不知道该如何改进这个扳手。但这次战友再一次受伤，彻底激发了他的那股倔劲儿。以前没有学过不要紧，那就从现在开始学，自学。还有不懂的，那就问别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这个扳手改进好，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战友安全。就这样，翟国成一面向身边的大学生士兵求教，一边通宵达旦查阅相关技术资料，然后再一次次的试错，又一次次的改进。在这之后，翟国成终于设计出了一个符合实际操作需求的新式扳手。后来啊，这把扳手就被大家称之为翟国成扳手。一是把舰员的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呢，这个通过力矩的改造，节约用力了。第三个，工具的本身重量也减轻了到了2斤半不到。凭着这样一股子干劲儿，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进行改造和调试。2011年的8月，瓦良格号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首次试航成功。一年之后，2012年9月25号，在这艘大船第一次升起81军旗，瓦良格号正式命名为辽宁舰，舷号16。这一天，那些充满激情、充满干劲的舰员们，成为了中国首批航母舰员，和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被一起正式写进海军的发展史。只见近1000名航母舰员在舷边整齐列队，用威武挺拔的战波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辽宁舰交付部队开始服役，中国海军正式开启了意义非凡的航母时代。辽宁舰入列，说明我们海军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对我们来说，确实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转变。那么中国海军过去我们是近海防御，以后呢发展到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而远海防卫，实际上要走出去，真正要走出去，就是要有航母编队。那么辽宁舰入列，表明我们海军开始填补这个空缺，让我们一步就跨到了大国海军。然而，这还仅仅只是跨出了一只脚，想要真正完全走出去，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什么呢？要知道，航母作为海上霸主，它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舰载战斗机。航母在本质上是一艘可以保障飞机起降的一个移动的机场，同时呢，它又要为这个机场提供一些防卫和机动能力。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航母，那就没有舰载机，没有海上移动的航空兵的基地。正如专家所说，舰载战斗机是航母战斗力的来源和生存的基础。舰载战斗机的性能、数量等方面的指标呢，是航母综合战斗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介绍一下，辽宁舰上的舰载机名为歼15飞机，它是咱们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首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制海等作战任务，能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具备远程打击和全天候作战的能力。然而飞机是造出来了，但是让专家头疼的问题还在后边呢，如何才能让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航母飞行甲板上，这是个大难题。现在安吉机场的跑道呢，都是几千米长，然后有40到60米宽，或者更宽。那么航母上的跑道，
他的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那么他要求他要降落到航母后甲板上的那个这个一个部分，那么他最好他的这个尾钩呢要勾住这四道拦阻索中间的其中一道，如果勾不住，他要立即再次起飞，否则的话他就要滑到这个大海里面。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舰载战斗机能否安全高效地在航母上起降，这直接影响着航母作战能力的发挥。所以尽管再难，也要想办法把它解决。可是到底该怎么解决呢？咱们下节再说。战斗机首次起降成功，英雄试飞员到底做了什么努力？小小助理简单动作背后又隐藏了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前面说到，让舰载战斗机安全起降成为了一个必须攻克的大难题。就在大家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中国首批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戴明蒙。可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啊。而每一次试飞都相当于直接和死神在掰手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实话，戴明蒙心里边真的是有点慌。我也感到害怕，毕竟是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操纵这个高速运动的飞机，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大量的练习，来克服这种害怕这种心理，要让自己有害怕变得不害怕。就这样，鼓起勇气的戴明蒙开始真正实操战斗机升空训练。可是战斗机好不容易起飞了，又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得重新再来。最大的难点就是掌握飞机的操纵方法，它有在这个摇晃不定的一个小小的甲板上操纵一个高速运动的战斗机，要精准地落在我们想落的地方，它需要一个专门的操纵技术，反曲驾驶技术。这个技术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条件下，掌握是非常的困难，它需要飞行员有大量的练习，而且这个飞行员还要有一定的飞行天赋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之后，戴明蒙先后是中国人民海军发展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天。我现在呢是在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那么这是辽宁舰交付海军后的第二次出海试航。这次试航的主要任务呢是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上午9时，随着砰的一声，戴明蒙驾驶的歼15舰载战斗机尾钩牢牢地挂住了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他做到了。这是一个毕生的梦想，对我来讲，这是我的生命所系，也是我的价值所在。只有我在坐进歼15的座舱里，在蓝天和大海之间飞翔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才真实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还有一个动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这个舰载战斗机起飞前的指挥手势。起飞助理下蹲屈身，右手臂迅速上扬，食指和中指指向飞机起飞方向，其余手指握拳，脸背对起飞方向，整套动作流畅帅气。后来有网友把这个干净利落的动作俏皮地解读为走你，一时之间引发不少人的争相模仿，可以说是全民过了一把
走泥引。不过我想啊，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风靡一时的指引动作，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模仿起来很容易，但是对于起飞助理而言要做好并不简单。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声音的干扰。舰载战斗机在起飞的时候呢，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尽管起飞助理会带着防噪耳机，但是由于太过靠近飞机，响声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穿透耳机。长期这样的话，对于起飞助理的耳朵的影响，那您可想而知了。这还在其次呢，起飞助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对于生命的威胁。比如说舰载战斗机起飞的时候，一旦偏移起飞跑道，巨大的尾喷就会将旁边的起飞助理吹到海里。还有更为可怕的，如果高达上千度的尾流意外扫到人体之上，你想象上千度啊，鲜活的生命极有可能瞬间被灼伤致死。所以说我们放飞的时候，都放飞飞机滑跑的时候，都需要趴在甲板上，防止尾流把人推跑。尽管如此，起飞助理们是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岗位太重要。虽然叫助理，但其实要认真说起来，他们更加应该叫做航母上的交警。由于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在密闭空间之中无法完全感知现场情况，战斗机能否顺利在航母上起降，起飞助理的配合至关重要。飞机放飞的时候，精力要高度集中，我们跟飞行员之间就是一种手势语言，就害怕误放，就是飞机加力没有完全接通的时候，把飞机放出去以后就容易出现事故。因此看似简单的放飞指挥手势，其实它背后凝结的是中国第一代航母人不断摸索探索和创新的点点滴滴，是反复琢磨和无数次练习的默默付出啊。说完了飞行员和起飞助理这些前台明星，咱们再来聊一聊辽宁舰幕后的英雄，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那些坚守在水线以下舱室的官兵们，在锅炉、主机、电站、油水等舱室，尤其处在最下面一层的机电部门，时常要一边忍受着高分贝的噪音，一边一丝不苟地操作设备。与此同时，消防员身穿沉重的战斗服，苦练技能，随时准备迎接烈火的考验。而舰务部门的士兵们每天在蒸笼般的厨房里，在无人知道的焚烧舱，要为几千人准备膳食以及处理垃圾，同样十分的辛苦啊。还有航海、通信、作战、武器等等部门，每天都要繁忙的作业。航母是一个巨系统，它的装备也非常复杂，但是装备再先进再复杂，必须要有一群能够熟练运用的人，这才能形成战斗力。如今辽宁舰进入列装已经整整十年了，随着2019年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进入人民海军的序列，在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6月17号又举行了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命名仪式。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的航母梦今天已经真正的实现了。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所有舰员们的默默付出，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